470多平方，统一安排的，就是因为当时是光建了 C 区嘛，就是先安排一部分人，然后是再把老区拆了，再建，再在老区的是，基础上建建别墅，然后再全部搬进去。你要按幸福指数100算吧，这也有95分左右。自行车工作够用就行了，不用买啊。那不就是跟是以前也就是传统嘛。这个外面是餐厅，是餐厅。每家都有，都有车是汽车。八月从一年级到高中是免费的，干病医院包过以后，加了村的这个村粮包。这就是我们这个院子，这家都全部都是别墅。